样传统嘛，自动传啊，这个不用您记录，然后就记录记录完以后，就自己好像自动传到嘛。第二个要传到建筑师的监长、监工啊，这个事务所一定要传这两个。那到一定的时间做报告，这个把它写清楚。然后频率就包括了，应该包括管理值，对，不会只有应该有管理值、警戒值跟行动值啊，三个值啊，一定要做到，好吧？就是自动，然后连线到直接连线送到文化局，还有听到。那第三个那个相关资料在哪里？可以放到3至15页那个，放到3至15页。这个可能不跟这个案子有直接关系，可是我是建议说，我现在知道基隆市跟台东市哦，他们自己的景观自治条例都过了。那各位看看这张图啊，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古迹的重要性，在隔壁那一栋诊所的墙壁还可以围播广告，那我觉得真正的视觉焦点反而是在那道墙。那我们现在的建管或者是我们也没有景观自治条例，根本管不到这个东西，所以这些问题我觉得对，包括一些电线啊乱七八糟的，我觉得这样的问题其实应该台北市政府自己对都市景观的自治应该有一个更积极的作为，否则我们做半天，各位如果看这张图的话，我们会觉得有点不晓得该怎么来处理这样的事情，所以当不完全是文化局的事情，但是我觉得都发局建管单位哈，对这方面应该也要有所作为啊。以上建议。好，是不是请跨单位就为以上的这些提议啊做一答复？文指导啊，有关于对古迹本体的建设计划啊，我们会委请那个实施者啊，跟那个长老教会协商啊，希望为古迹的安全确定啊，我会根据我的建议啊，希望他们配合。对，一定要报文化局。是，对，我们会遵照你的意见来办，谢谢。建议那个，如果刚米老师的第一点哦，正面没有挡住的话，其实那个部分是 OK 的。当然也有是那个监测计划另外报，就是当那个很多委员都提那个监测计划对古迹的影响，但这个部分没有写清楚，要另外报审查。那原则上我们会建议就行了。好，是。那我们就把刚刚我们各位委员的建议哈都记录下来，然后报单位哈要做后续的修正跟提送本局。另外，刚刚关于这个米老师跟郭老师的一个提议啊，不管是针对未来我们在做文字法第34条的相关规定上面，我们也记下来，还有包括刚刚郭老师的提议，也请文化局的代表把它记下来。好，那是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报案就修正到通过？谢谢。好，报案三，案由历史建筑松山疗养所所长宿舍松山疗养所宿舍旁都市更新案设计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规定报告案。办理情形，本案系本市建筑师建筑工会建造执照协审是于107年3月28日会办案，请本局确认基地范围是否为历史建筑及历史街区范围，查本更新案基地范围与本市历史建筑松山疗养所所长宿舍及松山疗养所宿舍制定如土地隔道路临街，涉及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规定。本局以107年4月13日函请场鹤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提送新建计划与新建基地内以古迹历史建筑为视觉点的建筑模拟图等相关资料过局。本局续于107年5月23日邀请李委员钱朗、薛委员秦、张委员孙正、刘委员淑英组成专案小组，召开了审查会议。
那会议结论呢，就是请提案单位依委员意见修正后，提送修正资料送审查复审。场鹤公司于107年6月4号仅送本案修正版及审查意见对照表过局复审，本局于107年6月8日函请审查委员书审。那相关的资料已经有放在部分委员的那个桌上，请委员这边详参。那本案呢，就是依照34条报告书及古迹保护监测计划，那也是在委员那个桌上这边，请委员详参。那这个部分是基地与历史建筑的关系。那本历史建筑的那个部分，这边是松山疗养所所长宿舍，右下是松山疗养所宿舍，它是分别隔了6米巷道跟12米巷道。那这个是建案跟历史建筑的一个模拟关系图。你看，历史建筑松山疗养所宿舍及松山所长宿舍旁的都市更新案，会有文化资产保全法第34条所列有破坏历史建筑之完整遮盖其外貌及阻塞其观览通道之余，请同意备查。那相关的那个历史建筑保护及的修正计划及监测计划，那请委员详参。那如果委员有什么意见，再请申办单位补充。那本案一结论办理后续以上。好，各位委员对于这个报案有何指教？谢谢老师的指导。那这个至于背景的部分，我们请结构技师在做调整。那目前也有加强，更加强，就是我们在紧邻的部分都有做一些微型装的加强部分，防止所谓的地形地貌的任何的改变。那目前也刚好我们的文化局在那边做整修，其实它已经有做一些防护的一些结构的保护措施。那我们也跟营造厂文化营造这边做一些联系跟咨询，他对我们这案子来讲看法上也比较乐观啊，因为它是日式的一楼建筑物，目前它的技术还不错。那谢谢老师，这个部分我们会跟结构技师商讨以后加强所以监测的这个值。谢谢老师。跟主席建议书跟上个案子一样，监测计划是另外报。好，可以参照我们刚刚那个案子好的监测计划另外送本局，那也请这个开发单位针对委员会的
建议哈，做一些加强措施。好，那本案就修正通过。谢谢。本议案一案由农事所宿舍群产业改良场文化资产价值审议案。办理情形一，本案是依据本局106年8月11日有关陈竹生不跨景观内建物的公文以及好蟾蜍工作室106年8月23日的提报本办理。二，标的是在陈竹生文化景观范围内年代较久远之建筑群，地址在台北市大安区罗斯福路4段119巷6264-72-76-9294号及62弄3号，坐落并在本市大安区新海段5小段281-281-5B号，建物为同小段103的电壁建号，土地及建物所有权人为国有，管理机关为台湾科技大学。三，本局在106年9月1日邀集5位文资委员及办理专案小组会刊，会刊结论，委员原则肯定本案74、76、92、94号具文历史建筑保存价值，其余的建物仅具文化资产保存价值。四，有关专案小组委员意见摘要如下：一，大安区罗斯福路4段119巷7476-9294号。一，建于1909年前之现存最早的农事所宿舍，为农事所仅存官舍，见证农业部在台北的发展历史，具留存价值。二，保存日式宿舍之原貌，具日治时期建筑特色，格局外观保存较为完整之一栋两户建筑，原材料原工法保持良好。二，大安区罗斯福路4段119巷6264-72号及62弄3号部分，因为现况，大多原材料原工法的特色，比较不见原工法有材料的特色，那在外观格局上也多以改建，所以本案这几栋建物是评估是无保存价值。那有关119巷6264-72-74-76-9294号的位置，请委员参阅地级地形图。那这是六十二弄3号的地级地形图。那本次评估的建物群，依照建物的地级登记资料显示，主要的建材是一层木造建筑。那另外民国47年的航测图及地形图显示，本案基地当时也有建物。那现况照片，请委员参阅在119巷6264号的现况。那这是70-72号的现况，74跟76号的现况，然后92、94号。62弄3号的现况。那本案的文化资产评估价值报告，基本资料请委员参阅。那目前使用的概述，62、70、76、74，目前是有在使用中，那其余的部分目前是闲置。那价值评估的部分，在专案小组会评估中认为74、76、92、94是有文化资产价值，那其余的建物外观格局已经多改建，不具保存价值。那未来保存管理维护的部分，依文资法规定，由所有权人、管理人、使用人管理维护。那登录范围之影响评估，目前这个标的坐落位置在陈竹山的文化景观范围内，那现在在办理陈竹山的保存维护计划。案一，你请同意登录农业试验所宿舍为历史建筑。一，名称农业试验所官舍。二，种类宅地。三，位置或地址在台北市大安区罗斯福路4段119巷74-76-92-94号。四，历史建筑及其所定着土地范围之面积及地号。历史建筑本体为罗斯福路4段119巷74-76-92-94号建筑本体，建物为大安区新海段5小段162建号，还有86建号。建筑物坐落土地为同小段的281地号。登录理由及其法令依据：一，本建筑为农业试验所目前仅存之宿舍，
见证台湾农业发展化现农业现代化发展历程具历史价值。俄罗斯福禄寺段74-6924号，其中移动双拼建物74号解除墙壁，其余建物原材料工法成良好，且按照标准公社形式修建，大致仍保留日式宿舍之原貌，具保存价值。三、符合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废止审查及补救办法第2条第1项第23款登录基准。二、大安区罗斯福路4-119巷62-64-7-72号以及62-3号主建文化资产价值，可指定属基督登录历史建筑及纪念建筑。三、本案提请本审议会审议，并依审议决议办后续。好，是不是有登记发言？一位提报人是林景杰先生，5分钟的报告。各位委员好，是这次的提报人景杰。那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照片是1928年的时候从蟾蜍山往山下看的。那大家可以看到，除了农事所的一个厅舍以外，前面有很大片的一个实验农田，一直延伸到台北帝国大学的基隆及小屋这一带，整片都是以前的农事所跟长白厂的一个范围。下一页。那在日治初期一直到民国66年，整整70几年的时间，农事所跟长改厂见证了台湾在日本时代及战后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包含蓬莱米、凉菇、黑心钢花生的发源地都在这里。这边也同时是台大农学院跟中兴大学的前身哦。下一页。那目前大部分的一个建筑物都已经拆除，目前少部分保存的厅舍，像台大昆虫馆跟农事所昆虫部在去年已经被指定成古迹。那其他留存的建筑物就是目前我们这一次提报的一个宿舍群。下一页。下一页。那目前台北保存的日本宿舍大部分都是日治晚期1920年代之后的，大正与明治时期的比较少。那我们这次提报的大部分都是日治初期的这个建物具有高度的时代意义。下一页。下一页。那目前我们从已经公告的保存与管理原则里面可以看到，农事所宿舍群是被归类为蟾蜍山文化景观的重要景观元素哦。那它的管理原则是以建物以原地保留为原则。下一页。那它同时也是蟾蜍山文化景观的门面，是在社区的第一排哦。可是现状其实是非常的颓圮不堪的。下一页。那也因为文化景观的一个机制还没有被明确化，所以像2年前台科大开始去进行部分老屋的一个修缮的时候，其实在过程里面没有经过调查研究，也没有事先提报文化局送审，所以在整个修缮的过程里面造成非常多的百年的这些建材全部被拆除。下一页。那我们看到这个100多年的竹编狭泥墙也在施工的当中没有做任何的维护，在台风天里面直接遭受风雨的侵袭，造成很大的损害。下一页。所以我们认为整个在文化景观里面其实需要搭配其他的文资身份，才能够有一个比较整体性的保护。下一页。那我们这一次提报的9栋的宿舍群里面，目前文资委员认为现看比较有价值的是7476跟9294。那我们认为这几栋这3栋也同时非常具有价值，6264跟7040。下一页。好，我们先看6264，它是目前长改厂的宿舍。那以前的产业改良厂是在现在的民族国中，可是已经完全看不到任何的遗迹了。那旁边的宿舍群也已经都被拆掉，所以目前这2栋其实是整个台湾硕果仅存能够去见证日本时代日本人在这边养蚕的一个空间。下一页。其中的64号呢，它同时也是社区的杂货店哦，是每个蟾蜍山居民对这边都有非常多的一个社区的记忆哦，也是整个社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据点。下一页。那虽然它内部的空间改建的比较多，可是它的公文有完整的一个图面，也有内衣书跟式样书哦，所以它其实未来要修复是非常的有帮助的。下一页。下一页。那另外一栋我们认为有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农事所的70号。这个70号呢是杨姑师傅胡凯仁的一个住家，胡北北现在也还在，已经97岁了哦。
那他民国37年来到农事所的时候，就开始进行这个羊菇的培育。那等到培育成功之后，就开始全台湾各地跑去推广羊菇。那台湾的羊菇从无到有，到变成是整个外销的一个世界第一的奇迹，为了台湾赚取大量的外汇哦，同时也奠定了后来的经济起飞的基础。下一页。那他的一个研究获得高度的肯定哈，获得当时行政院长蒋经国以及更早期的新总统蒋公的一个召见。来下一页。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历史空间的农业历史的空间，它不应该只是单栋式的一个保存，而是应该是以聚落前排这样的历史纹理能够呈现，好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历史意义的一个保存。好，下一页。那我们希望未来这个区域从蟾蜍山到基隆脊的这边能够作为食农生态离乡生活的示范区因此我们现在跟民族国中还有师大环教所在设计产业的课程，那我们也希望说未来能够像日本的富冈自治场一样变成世界遗产。下一页。那我们也在社区推动埔门的永续农法。下一页。那我们也跟台科大服务学习科结合，就是把农事所跟产改场的历史做成展览，所以我们很希望这些能够呈现农业历史的这些空间，能够承载着这些历史记忆的空间，能够被完整的保存下来。谢谢。有一位登记发言，宋新堂先生，请掌握时间。各位好，我是住76号啊。我姓宋，宋西福的儿子，也就是那个胡开仁胡先生，他是住72，我是76号，之间住的同事。我所认识的，我父亲跟那胡先生，就是刚刚所讲的研究羊菇的部分，我觉得他这两位，在农事的对国家，我觉得贡献非常大，我今年60岁，所以呢，我见证到他们之间的努力，为这个国家，为这个事，为这个整个在努力。所以，他告诉我，父亲告诉我，他那时候的创造价值是400亿，一年的400亿，能够奠定我们以后工业的基础。所以，那这是农事所第一个价值。第二个价值呢，他农事所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价值，那个就是太空包的先驱。那我们现在手中看到太空包的人装日本，其实很多是从台湾来去的，啊，但是我亲自都有参与了这个工作。那我所看到的，就是希望这一块是说能够在文化上呢，能够看到是什么呢？这个为国从前为国家贡献那么多，这个点是一个非常好值得存在的一个文化保存的一个地方。那让先后面的人呢能够知道这个地方曾经有创造这个，我们让很多未来的人可以看到这个区域是就是蟾蜍山，就是这个区域这边政府能够有这样子的这些先驱的努力，这边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保育博物馆在这样子的方面。那我看到以前就是以前这块是很美丽的一个地，那前是有一个河流，现在盖起叫四线道，而且二线道。最重要的，我希望是这一块能够变成很完整的一个，让后面的人跟有一个让巡礼的文化巡礼这个很棒的一块地。谢谢。就是都有缘嘛，来跟大家第一次发言。也就是说，在上次有位文字委来会开哈，他们都认为说要60、70、72去，我也有人就说去画下，他的理由就是说，第一个啊，最佳理由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信号部件的材料特色啊，外观格局多于改变啊，那形式普通，未具历史价值。那所以这部分啊，我想我们台科大很尊重各位吴政委的决议啊，我们同意就是74、76、92、94栋列入历史建筑，那其他的我们尊重委员的意见就是就六六四七十七二不具，然后加上需要不要列入历史。
以上发言完毕，那我提醒我们讨论。那么，针对我们今天的领班意见，还有现在工作室所希望能够增加的60跟70能够登录为历史建筑，我请教郭委的声音。我想我们文作人一次到现在三年，手边根本没有任何的资料，只能凭外观，因为这几栋外观几乎都拆了，然后只剩下一些钢筋架子。但我们只能说目前的状况。那刚刚听两位发言谈到这个地方过去的一些历史，那这个就是我们在2016年的文字法修订，我们有增加所谓的纪念建筑。所以纪念建筑呢，这个建筑并不是很好，但它有它的历史意义，我们可以给它。所以如果在以后，如果说我们手边有足够的资料，充分资料，可能给我们做一些比较正确的，否则的话，单叫我们去看这个办法好不好，那我们就房屋的本身啊有没有画像去确定，而不能这方面的历史给你。让我这边要提出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它确实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历史建筑，那如果在后续再增加的话，我想我们要从长期考虑这个事情。